到之后，就是现在天气比较热嘛，收到之后就是说把它放在冷冻里面冻个几分钟，你再吃口感最好。如果你喜欢吃冰淇淋口味的，可以直接把它给冷冻上。它的口感有点微苦啊，因为它是纯可可，纯可可脂，口感特别的绵密，入口即化。这个抹茶是新口味啊，尝一下。抹茶它是抹茶粉和这个白纯可可脂，白可可脂，特别浓的抹茶的味道，抹茶控一定喜欢这个。我这是刚收到，我觉得再冷藏一下口感会更好。不过它这个呢，比这个有点甜。先吃这个吧，还是不吃这个不行了。